好，我们今天有点赶进度，所以大家请仔细听好。我们接下来要上研究型文章。研究型文章它其实就是解释型文章，但是要有引用资料。解释型文章 exposition 是什么呢？我简单帮你们复习。解释型文章它的目的是在向你的读者一无所知的读者解释一个名词，所以可以是人、事、实地、物、现象、过程、方法这种东西，然后解释给你的读者听。听好不大对，解释给你的读者。好，那基本结构就是中间解释嘛，你解释的过程中要有某一种顺序，顺序是由你的主题来决定。有些顺序是按时间顺序，有些顺序是如果它没有时间性的话，可能是由里而外，由上而下，由前而后，诸如此类，由因而果，某一种顺序。你的主题要依照这样的有条理的顺序来解释。在这个主文之前呢，要有一个引言，引言是让读者了解说为什么他可能会想知道这个资讯，就是跟读者产生连结。最后要有一个结尾，结尾是在告诉读者说他可以拿这个资讯干嘛，就是既然知道了这个资讯，他的生活如何可以改变，对他的影响是什么。好，那这个单元的重点是引用资料。中间的那篇文章的内容本身不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中间如何使用引用资料。所以这一篇文章有一些基本限制是申论型文章没有的。Your research essay must include citations from at least 3 different kinds of outside source.你的研究型文章必须要引用至少三种不同资料来源。网路资料算是一种资料来源，所以不管你是从网络上的包装杂志，还是网站，还是部落格找到的资料，都算是一种资料。另外包含期刊文献也是一种 ，journal articles， 书本的章论文集的一篇论文 ，book chapters in an edited collection， 书本就是整本专书。如果你找得到学术会议发表论文，如果你去找纸本的报章杂志，你也可以引用影片或是录音节目，也都可以。这几种资料来源至少要有三种不同资料来源，而这三种之中至少要有一种是有经过严格的学术同侪审查机制，这个通常就是指学术期刊跟学术论文集和学术书籍，至少要有一笔资料是从这边来的。那我们等一下会看怎么区别说你的资料有没有经过同侪互评审查。好，所以既然这个单元的重点是引用资料，那我们来仔细看引用资料长什么样子，要注意哪些地方。好， paying attention to details。 等一下我们上这个单元你会觉得这个老师怎么那么龟毛机车，但是真的就是要非常专注于非常小的细节 的地方。好，引用资料有格式，这个是我们这个单元的重点之一。不同的学术领域会有他们各自的引用资料格式，就是你不但是文章写到人家给的资料，要说这一段是某人给的资料，你在文末也必须要说明资料来源的那个出处是什么，参考资料的部分。那为什么会有既定格式呢？因为你提供引用资料，你要确保你的读者一定找得到你所引用的资料，所以最能够保证读者找到的方式就是提供所谓完整的资料原貌。那不同的领域做的研究形态会略有不同，所以不同领域各自有制定自己的引用资料格式。名传英英主要是走英语教育这条路线，
所以我们使用的格式是社会科学使用的引用格式，叫做 APA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美国心理学会，他们制定的格式，等一下会看到。但是我们先来训练一下你们观察细节的能力。这七句都有错误，而且都是跟单字文法无关的错误，都是标点、空格，类似这种问题。你们看一下，看得看不出来每一句错在哪里。我们从第一句开始，有人发现错误在哪里吗？有看到举手。错误在这里，没有逗点。这个地方应该要把逗点放在引号里面。我这样子写，其实你可以用偷吃布的，你可以句子跟句子之间去比对，看差别在哪。第二句有没有看到问题在哪里？有看到举手。没有吗？第二句的问题在这里，句点离单字太远了。我就说我很机车，但是这个每一个都很重要，等一下看引用资料格式的时候就会发现每一点都很重要。英文的标点符号跟中文不一样，中文的标点符号自成一格，但是英文的标点符号它本身不是一个字，它是个字母，它一定是跟着它所属的单字一起走。大部分标点符号是放在字的结尾，当作最后一个字母。有少数标点符号像是开头引号，它是跟着，它是先标点，然后在单字的时候，它是跟着它接下来的单字是同一个字。所以你们手写的作文或甚至电脑打的作文，你们偶尔会看到我把标点符号圈起来，然后画一个箭头，意思是说你标点离你的单字太远了。所以这边这个句点应该紧贴着这个单字。第三句你们看到问题？看到举手。没有吗？第三句的问题在这里，他用的不是双引号，他用的是两个单引号。这个有些同学还是会有这个问题，单引号跟双引号在键盘上是同一个按键，单引号就直接点，双引号是按 shift 然后再按引号变双引号。好，我们等一下会仔细复习一下键盘长的样子，确保你们需要什么标点都可以打得出来。这个我即使不用电脑抓，我用肉眼也看得出来单引号跟双引号的差别，就这两个引号隔太远了。第四句有看到问题在哪里吗？是，没错，同学找到了 aren't 那一个缩写撇号，它没有撇，它是直的。一般而言必须要撇，在英文里面这两个符号不一样，撇的符号要弯，它才是撇号或是引号的单引号。如果是直的话，它的意思是英寸，英尺。然后两个直的是英寸，或是如果你是在讲地图或是地球距离的话，他们也是表示距离的符号，他们不是缩写号，也不是引号。那现在很多电脑散打程式其实不管这个啦，基本上现在只有 Word， 还会就是主动把你的直引号变成弯的引号。但是你们在打的时候，你们就要留意。所以如果你用的程式没有自动修正的功能的话，请你要
把你的文章复制贴到 Word 里面，然后用取代功能把之音号取代为撇的引号。第五句，你们看到问题在哪里？很好，这两句之间其实应该是一句。如果你把引用的这个部分删掉的话，从序开始的话，这一句不完整。他说在他开始的时候，那他说的是什么？没有受词，受词就是这一句话。这个有时候同学也会犯，他误以为引用的是一句话，接下来说明的就变成新的一句话，这是不对的，加起来是一句话。不管你是把 she said 这一段放在引用的前面还是后面，都是一句话。甚至你可以把他说的话拆成两半，但因为文法不变，所以拆成两半之后它还是一句话，用逗点把那个 she said 的部分隔开。这个等一下应该会有例子来说明吧。我很久以前写的 PowerPoint 有点忘记。第六句，你们看到问题在哪？非常好，第二行 her journey 中间多了一个空格，这个我也是用肉眼看得出来的东西。一般行文多不小心多了就算了，但是引用资料格式的时候就不能多，因为空格也是有规定的。第七句，你们看问题在哪？很好，第二个引号跟逗点之间多了一个空格，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好，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细节程度就是在这个程度，所以大家有心理准备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引用格式长什么样子。我们接下来我们看键盘，我确保你们都打得出需要的符号。譬如说挪格的时候，段落开头要把你的第一行往内缩的时候，请不要按三个 space， 请你按一次 tab。tab 在尤其在 Word 里面，它的意思就是缩格。引号键在这里，单引号按一次，双引号是按 shift， 然后再按引号键。我有点忘记为什么把这个贴上来，但总之你要了解键盘长什么样子。基本上只有三个按键我们平常只有三个按键平常是用不到的。Scroll Lock, Pause Break, 跟 Insert, 这三个基本上用不到。但是 Insert 你不要乱按，因为有些比较旧的程式还是会有功能。Insert 的意思是你散打键盘的时候，按键会取代接下来的字元。所以譬如说，如果你要在你打字，然后你后面还有文字的话，你一旦按了 insert， 你打字的时候会把后面的单字吃掉，一个一个取代掉。这个在譬如说记事本里面还是有这个功能，所以不要乱按。那这个按键，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这个按键是截取全萤幕画面用的按键 ，print screen， 它会把它复制起来，然后你就可以开，譬如说小画家，然后按 Ctrl V， 然后就可以把整个萤幕画面贴上去。那其他 F 开头的按键也是有功能的，不要乱按，即使你不太确定功能是什么。这两个是 Windows 按键。这个按键是等同滑鼠右键，如果譬如说你的滑鼠右键坏掉的话，你可以按这个按键，然后它会开启右键的那个 menu。 好，所以键盘基本上都有机会用到所有的按键。好，我们正式进入引用资料格式。这个是 APA 格式长的样子。作者，如果只有一个作者的话，就是到这边结束。作者姓氏，逗点，作者 first name 缩写，句点，空格。作者如果有 middle name 的话，缩写，句点。
如果有第二位作者的话 ，and 符号，然后重复一遍，第二作者也是照样这样子写下来。如果有第三作者以上的话，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另外一个例子，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写的。作者名字写完之后，写上出版年代，这篇资料的出版年代，放在引号里面，句点放在引号外面。接下来是这篇文章的名称，它的标题名称就直接写出来，不用引号，句点。注意它的大小写跟一般句子一样，只有第一个字大写，其他都是小写，除非是专有名词，句点。接下来，如果这个作品是属于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作品的其中一部分，譬如说这是一篇文章，文章收录在期刊里面，期刊的名称要用斜体，而且是用标题的大小写方式来写。英文文章一般而言，标题的大小写判断是这样子，要大写的单字是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和第一个字，通常第一个字是或是 the， 但是那个也要大写。其他的介系词、连接词那些 都不用大写。所以这个期刊名称斜体，然后用标题的方式来分大小写。后面不是句点，后面是逗点、空格，继续斜体。这个十五是指第几卷期刊的第几卷，第十五卷。到这边斜体结束，没有空格，引号，期数，第几期，然后关引号逗点，再来页码，第几页开始，第几页结束，句点。中间这个是连结号，对不起，中间这个不是连结号，不是 hyphen。英文长得像这个符号的有三个不同的东西，一个叫 hyphen 连结号，一个叫 m dash 破折号，一个叫 n dash， 就是这个符号表示范围。我们等一下会详细区别。那最后，如果你是从网络上得到这个资料，下面附上永久网址，不是下面，应该是同一行，但是这边空间不够，空格，然后附上永久网址，没有句点，网址后面没有句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资料可以在你的原始画面上哪里看到。这个是某一个期刊的网路页面，文章标题在这里，两个作者在这里，出版年份在这里，永久网址是这个。有时候他提供的不是永久网址，他提供的是永久编码，就是从 10.1177 这边开始。这个时候你要自己手动把前面这一部分加上去。就是如果他只有永久编码的话，他会写 DOI 冒号，然后这个编码。DOI 是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数位物件辨识码。原则上来说，每一个资料来源只会有一个永久编码。所以如果你看到的是 DOI 冒号编码的话，你要自己把前面这个网址的部分加上去。HTTPS 要有这个 S， 冒号斜线斜线 DOI.org 斜线，然后后面是编码。再来这边 Volume 是卷，所以这是第十五卷。Issue 是期，第三期，然后页数291-304在这边。所以这就是然后整个期刊的名称就是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这是整个期刊的名称。所以引用格式就是把这些资料依序并且用正确的格式编排成引用格式所需要的样子。到这边可以吗？好，引用格式介绍完了，就要来看你们有没有抓错能力咯。等一下，还没，我先讲一下就是详细怎么写。这个是 Word 的画面。引用格式除了什么斜体、直体，然后空格之类的，还有字元跟那个行距也要规定。
通常引用格式字源是用 Times New Roman 这个字型，这个现在已经不是 Word 的预设字型了，所以你要手动改。12型字，这个也不是 Word 的预设字体了，现在 Word 预设11体，所以这个也要手动改。然后再来调整行距，基本上我们用 2.0。2.0 行距怎么改呢？就是这个是 Home 的标签，然后你到这个地方，这个是行距符号，按这个下面就有一个 2.0， 选这个。然后再来，你要怎么弄出这样的那个缩格方式？这个不是单纯按一个 Tab 就可以做到的，这个要怎么弄？上面是 Word 的画面，下面是 Google Docs 的画面，两边都可以调整。好，怎么弄呢？在 Word 里面，你要到这个也是 Home 标签，你要到 Paragraph 这边，按这个就是更多箭头，或是你也可以把你要的调整的地方画起来，按右键，然后到 Paragraph 这边，这个会打开这样的画面，然后你要到这边来，你要选择 Hanging Indentation， 就是第一行往外凸，中文叫凸牌。凹凸的凸，凸牌，选择之后按 OK， 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好，抓错。Google Docs 的话没办法这样调整，你要手动拉。我给你看，你们看到这两个东西，在 Google Docs 里面你要手动拉成这个样子。它原本会把三角箭头放在这边。然后你拉往右拉的时候，它两个都会跟着动，你要再把上面那个拉回去，所以先整个拉过来，再把上半拉回去，就会变成缩排，凸排。然后一般而言，页缘也会规定，应该是留2公分，在这边你可以自己数一下2公分。左右对称都是2公分。那你凸排或是缩排，不管是第一行进去还是第一行出来，差别都是1公分。所以这个可以留意一下，这个一定要留意。好，这是另外一篇期刊文章，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看得看不出来这个引用格式错误在哪里。第一行，你们看得出哪边错了吗？有看到举手。作者名字缩写没有空格，不但要缩写，中间还要句点后面都要加空格。好，第二行，你有没有看到问题在哪里？没看到吗？年份引括号后面没有句点。年份即便有括号，后面还是要加一个句点。第三行问题在哪里？再说一次。啊，对，没错，就是文章标题的大小写格式应该是用句子格式，不是用标题格式。它即便是文章标题，但是在 APA 的引用格式里面，文章的名称应该是像一般英文句子一样，只有第一个字大写以及专有名词大写，其他都是小写。第四句，你们看到问题在哪？没错，它不但主标大小写错，它连副标大小写也错了。整个文章的大小写格式应该是一致的。第五行，有没有看到问题？文章大小写跟句子一样，但是期刊大小写要
跟标题一样，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都要大写。下一个，你们看到问题？好，这个是卷数没有斜体，第几卷要用斜体表示？下一个有没有看到问题？好，我必须坦诚，这个真的非常机车。这个问题是它的页数表示用连结号，它应该用范围号。你有看出差别吗？范围号比较长一点，连结号比较短一点。好，然后最后一个有没有看到问题？什么？没错，永久网址后面不应该有句点。这个上红色，我不知道你看了看不到，但是不应该最后放一个句点，那个应该是就直接留空。这就为什么我们刚刚要练习抓标点符号问题，因为基本上都是类似的细节。那我必须要提醒你们，我们伟大的系主任有跟我们说，我们系上毕业论文的引用格式品质太差了，要我们写作老师帮忙提升。所以你们的研究文章 research essay 我会抓这一块，所以这些细节请你要留意。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讲三种，就是横向符号到底怎么分。第一个 hyphen 就是一般的连结号，把两个字连成一个字的，这个就是直接打连结号按键，就是。这个连接号按键，你也可以去数字键盘打减号，是同样的符号。哎，过头了。第二个是范围号，英文叫 n dash， 这个就是表示页码范围。像我这边打那个页码范围。的符号应该是错的，我不太确定为什么我用错的，但是前面这个是正确的 n dash。好，如果你使用 Word 的话，你要怎么把 n dash 打出来呢？有一个既定的公式，先打一个字母，再打一个空格，再打一个连结号，再打一个空格，再打一个字母，再打一个空格。你一旦打完最后一个空格，你那个连结号就会变成 n dash 范围号。然后你再回头再把它就是修改修改复制贴上这样子。第三个，这个是破折号 ，m dash。为什么连结号叫 n dash， 破折号叫 m dash 呢？因为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连结号的长度跟 n 一样宽，然后破折号的长度跟 m 一样宽，所以一个叫 n dash， 一个叫 m dash。所以破折号就是跟中文一样，就是打破一个句子的行文。那要怎么打呢？在 Word 里面呢，先打一个字母，再打两个连结号，再打一个字母，再打一个空格。你一旦把空格打下去，那两个连结号就会并起来变成一个破折号。好，那要注意的是，中文破折号跟英文破折号有一个地方用起来不一样，就是这个例子。我的朋友约翰很帅，当你要说你的朋友就是约翰，这两个是同样的人的时候，中文会用破折号，但是英文用的是逗点隔开的同位语，就是英文句子 My friend John， 那个 John 前后的逗点表示说这个是插进去的东西。那在这个文法概念之中，插进去的东西跟前面的名词是一样的东西，它叫同位语，占据同样位置的语称。这个是中英文破折号主要的差别，其他都一样。好，这边告诉你 Word 怎么打出这三个符号，但是如果你用 Google Docs 怎么办呢？你要用手动抓的。
所以首先你要到上面插入，然后从插入往下找这个特别字源 special characters 特别字源，点出来之后呢，它会有这个画面，插入特别字源，然后你要去搜寻 dash 三个东西，两个东西，一个叫 n dash， 一个叫 m dash 嘛，所以你搜寻 dash 都会出来。打进去之后呢，左边就会跳出几个搜寻结果，第二个是 n dash， 第三个是 m dash， 然后点下去它就会插进去的。好，我们刚刚讲的是参考资料的部分，文末你要怎么写的格式，但你在行文间呢，你同时也必须要向读者表示说，哎，你这一段不是你自己的想法，你是有资料的。所以你要怎么表示呢？有两种表示方式，端看你引用多少。如果你是引用人家其中一个说法，你要标示页码，就是第一种。以及就是你是引用人家一字不变的话，引号里面一字不变跟原文一模一样，你就要提供页码。如果你只是引用人家一般的研究，就是譬如说这篇研究的结论或是它的主要发现，你可以引用整篇，你就不用提供页码。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种，一字不变原文复制的引用，首先是作者名字，如果两个作者就是两个作者名字。注意我们引用格式里面两个作者之间是放 and 号，但是在这边是把 and 打出来。 and 号你们知道在哪里哦？这个是 and 号在哪里？在键盘哪里呢？在这里7 and shift 然后再打7就会打出来了。又过头了。好，所以作者名字 A and B， 括号出版年份括号。如果这两个一模一样的作者顺序在同一年有出版超过一个研究，你要两个都引用的话，你把第一个叫2011A， 然后第二个叫2011B， 用这样的方式来区分。那哪一个是 A， 哪一个是 B 呢？要看标题的那个字母顺序，就是它文章标题的那个，去除冠词就是 a 跟 the 以外，第一个重要字的 字母顺序优先顺序，放在前面的是 A， 放在后面的是 B。那这边没有这问题，它只有一篇，所以这篇文章动词是复数，因为是两个作者。所以概念虽然是一篇文章，但是你文法上提到是两个作者，所以动词要这边是复数的动词。如果你那篇文章只有一个作者，那当然就是单数的动词。好，他们提到什么东西呢？就是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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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一字不变的复制起来，引号开头，引号结束，先不要放句点，先放页码，你这句话从第几页出来，括号 p， 一个 p 表示一页。如果你的页数范围超过一页的话，要放两个 P， P P 句点，空格就是超过一页，然后页码或是页码范围，括号句点。那如果你只是引用研究本身的话，那个就不用引号，也不用页码，你就直接句子就写下去就好了。注意哈，这两个差别是你有没有引用人家原文，如果没有复制贴上的话，你只要附年份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系上其实有很多学士论文从头到尾都没有引用，没有引用文字，单纯只是就是放引用资料这样子，因为这样比较方便。那严格上来说，你要怎么做是同时也要看你引用的点有多仔细。像这边我的例子是这篇研究的主要发现，它就是整篇研究就在讲这个，所以没有太大差别。但是如果你是引用一本书，然后你提到的只是书里面的其中一个点，你理论上还是要放页码。即便你不是引用它的原一成不变的一字不变的原文，你还是应该放页码会比较好。
完了。好，所以讲到这边，概念上有没有疑问的地方？好，那格式就是这样子，你们需要的话 Moodle 上面有，在这边。这个是 APA 美国心理学会他们自己提供的例子，各种不同引用资料的引用方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都是期刊文章 Journal Article， 接下来还有网络刊物、纸本刊物、网络报纸，报纸跟刊物不大一样，因为就是出版的频率不一样。纸本报纸、部落格、专书，这个是论文集，所以论文集里面的一篇论文，网络字典，如果你们还有在用字典的话，还有什么什么团体作者报道。个别作者报告，然后什么新闻稿啦、学术会议论文、博士论文、未审查学术论文、资料库资料、影片、电视节目集、网络演讲、YouTube 影片、录音资料、广播资料、播客节目资料。图，我教室 PowerPoint， Twitter 的一篇po 文，还有一些下面有什么网站啦、新闻网站啦，有的没的。所以你们需要的话，你们可以参考这边的例子。要留意的是，他举的例子都嘛是自己领域的。然后，譬如说这本书，他最后加这个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他讲的不是。这个学会组织本身，他讲的是 出版者是谁，那这个资料刚好出版者就是他自己本身。但如果你的书出版者是某一个出版社，你就应该把出版社写在这里。好，所以这个也在Moodle上，你随时需要可以去参考。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地方应该要放。在行文间什么地方应该放引用资料？这是课本，因为我相信你还是有人没买课本吗？有还没买课本的举手。都买了，有带来吗？没带来哈，所以我们来看，就是这是出版社给的 PowerPoint。基本原则是，如果你提到的资料资讯是众所皆知的事情。就不用提供引用资料。那问题就来了，什么叫做众所皆知？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应该是取决于你的读众是谁。有带课本的同学，我们现在看的是170页。这取决于你的读众是谁。如果你譬如说，你写一篇文章，然后你要你是写给某一个专门的刊物，那可以不提供引用资料的东西就会蛮多的，因为这个特定刊物的特定读者有共同的背景。但是像我们这门课，大家基本上唯一的背景共同背景就是都是名传英英的学生，所以如果你写的主题跟我们系无关，基本上只要不是尝试。其他都要提供那个资料来源。好，所以我们来看课本的第一篇范例文章，它这个算是在介绍一个事件，历史事件。所以它这个作者选择的引用策略是，只要是历史记载的客观事件，它就不提供引用资料。但是如果有细节或是有诠释的部分，它就会提供。我们来看这篇文章 Mayak, The Unknown Disaster by Xenia Laney。 没记错的话，我们课本喜欢用学生文章当范例。对，这个是芝加哥某一个学生的文章。
The world knows about the Chernobyl disaster in 1986, the Chernobyl, the only nuclear event that rated the highest level international nuclear event scale. 这件事情没有引用资料，因为这个是常识，大家都知道 Chernobyl。The event drew great publicity, which eventually contributed to the complete shutdown of the facility in 2000. However, many people are unaware of a comparable catastrophe at another nuclear plant on September 29, 1957, near the city of Chelyabinsk in Russia. 好，他这句也没有引用，因为他整篇文章就是要讲这个第二个核灾。所以你他这边放引用资料没有什么意义，他反正下面全部都在讲。所以即便他是说大部分人可能不晓得，但是这边还不用引用。The event has had lasting effects on both the popul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surrounding the facility. 要帮你们抓一下单字吗？好，顺便讲一下好了。Rate 评比 ，publicity 宣传 ，facility 设施，这边就是指那个核能厂 ，nuclear plant 就是 nuclear power plant 核能发电厂 ，comparable 相等相匹敌的，同等程度的，它不是能够比较的，它是同等程度的 ，catastrophe 灾难 ，lasting 永久的或长时间的。Okay, 第二段. The event is called the Kyshtym disaster, and it happened at Mayak, a nuclear fuel reprocessing plant. 核燃料什么重新处理的核的工厂. The plant was built hastily and secretly, 迅速又秘密的, in 1945, between 1945 and 1948.Because its original goal was to produce plutonium, 这是铂 for weapons. 它原本是要生产武器的，所以是秘密建制。That time can be called the dawn of Russian nuclear industry, 工业 because so many technologies were just being developed. However, as Alex Rodriguez states in Cold War Secrecy's Fallout in Russian village, nuclear waste points to legacy of neglect. 好，他引用资料了。这个作者叫 Alex Rodriguez， 他的文章叫做这个。一般来说，我们会在行文间把副标省略，我们只会放那个主要标题。但是副标的大小写，行文间的大小写规则也是一样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跟第一个字。In 虽然是介系词，但是因为是副标的第一个字，也有大写。好，所以这个人在这篇文章里面写说 ，the plant was constructed with many flaws， 建造有很多缺陷。One such flaw， such 是这样的，如此的。One such flaw required workers， 开始引号了哈，所以接下来是从原文复制贴上的。Workers to clean by hand the filters， 过滤器。That separated plutonium from other unneeded radioactive isotopes. Isotope 是同位素。你们还记得同位素是什么吗？OK， 引号结束。注意哈，它是原文复制贴上，但是你不能随便塞进去。你要确保，即使把引号拿掉，你所复制贴上的文字符合整句的文法。所以它直接。他文法就这样嘛 ，required workers to do something， 要求工人要怎么样，所以即使把引号拿掉也符合文法。那引号只是表示从哪边开始是引用的文字，然后在引号以外呢，就是作者本人的写法。看样子这篇文章可能是网络找到的，所以他没有提供页码。我们继续接下来继续。Other structural mistakes caused explosions of equipment and enormous consecutive spills. Consecutive 是依序的，一次又一次的。Spill 这边是外泄。
that quickly filled the waste tanks, tank 是缸子, which eventually forced the facility officials to dump the waste in the nearby Teka River and later in Lake Karachay. 那这个细节也是从 Rodriguez 的文章来的，所以他再次再引用一次，告诉你说这个不是作者自己发现的，他是读来的。顺便讲一个文法，这个 which 它的先行词就是前面一整件事情，这件事情终究强迫什么什么什么。好，我们第一节先讲到这边，我要帮你们分组，重新分组，因为下礼拜你们就要做 research essay 的同侪互评。好，我们来分一下。好，我们回来这篇文章，所以他开始要介绍这一项核灾了。说到建造的缺陷 ，with so many defects， 缺陷 in its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维护 ，it is no surprise that in 1957 the cooling system 冷却系统。Of one of the tanks failed. The failure caused an explosion with a force of about 70 to 100 tons of the explosive TNT. TNT 是那个炸药。And the release of 70 to 80 tons of radioactive waste. 辐射废料。这些都是史实，所以作者觉得没有特别需要引用。那接下来又开始引用了 Journalist 记者 Alexander Zaychik reports the memories of the witnesses of the disaster in his article Inside the Zone. 所以接下来是回忆录的部分，这个就是特定资料，特定人物特定资料，所以这个要有引用格式。Villagers heard first the loud boom 爆炸声 away from the town and then felt shocks 震波。Strong enough to rattle plates and crack the windows. Rattle 是让它震动 ，plate 就是盘子嘛，让盘子开始震动。As one of his interviewees, 受访者 Golchara Isnagilova, who was 11 years old at the time, remembers. Around the smoke, it was the color of sunsets. 所以又有烟，然后烟周围的颜色是一个日落的颜色。言下之意是说这个时候不是日落的时候。注意他这一句用的动词他不是用 said， 他是用 remembers， 因为这一句话是这个受访者在回忆。我们在介绍引文的时候不一定都要用 said， 像我的例子刚刚是写 mentions， 提到。看你的前后文是什么情境，但是可以选择什么字的基本原则是这个动作必须要有开口发声的动作才能够用来当作 say 的取代词。所以有时候你看到有人在这边放 laughed， 他这样子嘲笑的说，但是 laugh 其实没有办法说话，他只是在笑，所以这个严格上来说不行。或是也有人会写 he smiled， 但是微笑也没办法讲话，所以也不行。这个动词必须要是能够讲出话来的一个动作。下一段 ，The beauty of the scene masked the terrible consequences for the people in the area. Mask 原本是你也知道是口罩，这边动词是遮掩了。Soon after the explosion, they began to fall ill， 开始生病。And even after policemen arrived to protect them, 这个引号就不是引用引号后，这个引号是告诉你说这个字的用法比较特别。那这边的特别点就在于这个是警察，他们声称要来保护人民，但其实显然是没有进行保护的一个实际效果。所以它算是一个可以说讽刺用法，或是可以算是一个强调这是官方说辞。它引号的功能就不是引用谁的原文，是在强调说是一个特别用法，所谓的保护。
So even though they said they came to protect them, citizens never received any explanation for their illnesses. Moreover,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in the area were sent to destroy the contaminated objects, 受污染的物件, to burn crops, 农作物, bury animals, and dismantle 拆解, buildings. 他们直接接触了这些污染物。 As Chelyabinsk state records show, 所以这个地方政府的档案, around 1,800 adolescents worked with no protection while cleaning. 好，所以这个数字应该是 1,800，但是有些人会跟念那个年份一样 1,800。这个是只有后面有两个零的时候才可以这样子念。 前面是两个数字，后面两个零才可以这样子念。 Adolescent 通常翻成青少年，这个单字很有意思，它跟 adult 是同样的字源 ，ascent 是逐渐的意思，所以逐渐成为成人就是青少年。With no protection while cleaning. In recent years, after a long court process, 法律诉讼。 The government was forced to compensate those people, 补偿, who could prove to have worked as cleaners at the time. Their compensation was 280 rubles or $11 a month, according to Zychek. 这个又是一个详细的资讯，所以又提供引用资料了。这个上面提到的这一篇文章 Inside the Zone 提到这个资料，所以受到核污染的补偿是每个月拿11美元。 有点少，我自己觉得。作者也这么觉得。 Even that meager compensation, meager 就是薄弱的, was not given to people until 1990, because the Soviet government, 这苏联政府, tried to conceal the event even from the people of the region. The area was renamed the East Ural Nature Reserve, 变成自然保护区了。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refore was closed to any unauthorized access. 没有授权不得进入。这个资讯也是Zychek提供的。好，这篇文章的引用格式，你到现在应该有发现，它不是APA格式，因为APA格式它会提供人名、逗点加年份，但是它这边只有人名。 等一下，我们看到他用的是另外一个引用格式，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是文章里面何时该引用，所以原则是互通的。Officials finally acknowledged the disaster and its effects. Acknowledge 承认. Only 35 years later, in 1992, it was then revealed that approximately 800 square kilometers, 或是欧洲人会念 kilometers. 等同 almost 500 square miles of inhabited territory were contaminated long term as a result of the explosion. Zoris A. Medvedev, an ecologist, 生态学家, writes that animals and vegetation suffered radiation damage from nearby stored nuclear waste released by the heat of the explosion. 所以不只是爆裂的那个部分有影响到周围，连因为爆炸而加热过度，周围没有问题的东西也受到影响了，然后也造成更大的问题。在这个引用格式之下，他把作者名字直接放到文章新闻里面了，所以他就不用再挂号写这是谁说的。 我们刚刚看到的APA例子是，如果你即使是行文里面提到人名，你后面还是要加一个年份。The revelations about the previous spills, revelation 就是 reveal 透露, about the previous spills and explosions eventually followed 后续发展出来了。It was admitted that a large amount of moderate to highly radioactive waste, moderate 是适度的，中间的。 所以从中到上等级的 radioactive waste had been dumped into the Teka River from 1949 to 1956.
During its entire existence, the Mayak nuclear unit released about 76 million cubic meters, 立方公尺, of waste into the river, which greatly affected more than 28,000 people in the area. 然后这个数据就是从 Medvedev 那个人的报告得来的。Moreover, the documentary film by Slawomir Grunberg, Chelyabinsk, the most contaminated spot on the planet, states. 注意哈，他这边不是用逗点，他这边是用冒号，两个都可以。你后面引用的是完整句子的话，可以选择用冒号。逗号也可以，那冒号的那个概念是它比较像是一个宣示或是一个正式呈现出来的一个效果。那所以作者显然觉得接下来这句很重要，所以他正式呈现出来用一个冒号表示。所以这纪录片说什么呢？ Russian doctors who study radiation sickness in the area estimate that those living along the Teka River received an average of 4 times more radiation than the Chernobyl victims. 所以比 Chernobyl 污染程度比 Chernobyl 多四倍。这句话确实蛮重要，因为这篇文章一开始的那个开头就是跟切尔诺比做比较嘛，第一句就提到切尔诺比了，所以这边算是扣题，呼应一开头的那个写法。继续 ，The BBC British Broadcasting Company，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它这边提供给你的 News also reported that a massive amount of waste had been 开始引用了哈 ，pumped。From Mayak into a lake that even today is capable of delivering a fatal dose 剂量 of radiation within an hour. 所以即便是当今还是污染非常严重。This area is now named East Ural Radioactive Trace. Trace 是遗留或是就是中文叫什么来着些微量的，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委婉词，因为很明显并不些微。And its previously fertile soil, 肥沃的土壤 is no longer used for agriculture. 这个细节是从 Grunberg 的纪录片来的。Grunberg 在这边，他拍了一个纪录片。话说 Ural 翻成中文是乌拉山，所以这是东乌拉山污染留存区之类的，核污染留存区、辐射留存区。Scientists who compare the Chernobyl and Kyshtym disasters rate Kyshtym one level lower in the International Nuclear Event Scale. However, the level of radiation emitted is less important.than the government's treatment of those near the two disasters. 这两句都没有用哦。第一句是一个事实，你随便上网查都查得到，没有特别需要点出哪边来的。第二句是作者自己的观点，所以也没有什么好引用的。那观点，他的观点就是说，那个爆炸的严重程度没有那么重点不是那个，重点是。政府事后如何处理，那个才比较重要。The Chernobyl area was largely evacuated after the incident. The accident 有把人民驱离。Whereas the survivors of Kyshtym and their descendants 后代 still live in the radioactive area.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lifelong presence are terrible. Presence 就是在场 present.的名词 Russians 以后，所以这也是人家讲的 Russians in the region surrounding the plant get thyroid cancer. Thyroid 应该是大腿吧，我有点忘记 cancer 癌症 at nearly twice the nation's average rate, 比全国平均还要高一倍。The incidence of lung cancerin the Teka region is 70%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for Russia. The rate of colon cancer, 大肠癌,
is 44% higher. 这个是从前面 Rodriguez 的报告来的。啊，不是 ，thyroid 是，我应该查中文字典，我为什么要查英文字典？它是好像是，好，我等一下查给你了。然后 lung cancer 就是肺癌。The worst and the saddest effect is on children. Lina Morozova, a villager in the area, comments, "We're all sick. As for the children, I don't know. It's some kind of dying generation." 这也是从 Grunberg 的纪录片来的。Thyroid 是甲状腺，对，它是甲状腺癌。When Grunberg was making his documentary, he met children fishing on the Teka River. 就在这个受污染的河里面在钓鱼。His Geiger counter, Geiger counter, 这个是测量污染核污染指数的那个侦测剂 showed that the fish contained 20 times the normal amount of radiation. 一般辐射量高20倍。He then visited a famous osteopath. Osteopath 是治疗骨头症的。Osteo 是骨头骨骼的字根。Whose patient told him, 所以他访问的是人家的病患，不是医生本身。Whose patient told him that many, many children in the area of the Mike complex, complex 是一个复合体，他这边讲的是建筑物区。Are born without hands, legs, and feet. Physiological problems, 生理问题, are not the only ones that occur. 然后又开始引用人家的话了。At the time of MIAC's construction in the late 40s, mentally handicapped students, 我们现在会说 mentally disabled students, 就是有心理障碍的学生。Were a rare occurrence at the school, 很稀有。Today, 80 out of 1,360 students are categorized as having mental handicaps. 所以注意哈，中间有一部分没有引号，但是我们也看得出来这个是人家讲的，因为他就是讲说这个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发现什么，然后他去访问谁的时候又发现什么。所以如果你是用APA 的话，这边每一个细节应该提供一个页码，第几页上面讲他做的这些事情。Considering all the terrible consequences of the Mayak explosion, one would expect that after the Soviet Union dissolved, 解体，原本意思是溶解，这边是讲苏联解体。The plant would be shut down completely. However, this is not the case. MIAC is still working and still dumping all the waste into the river and the lake. Moreover, th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area still lives there with no meaningful support, 没有实质意义的协助, from the government, experiencing a financial ruin, 毁灭, that is sickening,and killing the population that radiation did not wipe out already. 那最后一句有用一点修辞，他是说那些还没有被污染这个杀掉的人民，目前呢正在被这个经济情况给毁灭。所以一灾又一灾这种意思。所以这篇文章开头有跟读者产生连结，就是，你以为车诺比很严重吗？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更严重的。然后他按照时间顺序介绍这个事件。最后一段呢，也回到读者身上，就是，讲那么多，你以为解决的吗？其实没有，正在持续发生中。所以这一段隐含着接下来的发展跟读者也会有关联。因为这个是读者所活的世界，跟这些人活在同样的世界，
所以如果你要去抗议或是干嘛的话，还是可以去做。这个背后有一个蛮深层的道德问题啊，就是，当世界中充满了各种恶行恶状跟灾难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的义务去协助他人，尤其是远方的他人？这每个人答案不一样，但是可以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好，我跟你说，出版社给的 PowerPoint 居然没有参考资料，我要从纸本课本拍下来给你们。所以这个是课本上提供的参考资料，它这个格式不是 APA， 一看就知道，这个格式叫 MLA， 但是基本元素都还在，有文章标题，文章如果是取自一个更大的刊物或是更大的媒介媒体的话，它那个更大的东西也出来，所以譬如说第一个它更大的媒体是 BBC News， 出版日期，然后网络资料来源，该有的都有。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三个 Medvedev， 这个是书专书 ，Norton 是出版社。那其他好像都是从报章杂志跟网络上找到的。第一篇文章有没有问问题？那我们接下来看课本有提供第二篇文章，这个在第，如果你有纸本课本的话，这个在第175页，有纸本课本的同学睡着了。好，我们来看这篇文章， Problems with Food Labeling 175页 by Oksana De Bretto， 这也是学生写的文章，食物标签的问题。When careful consumers shop for food, they inspect the packaging 包装 in order to decide which brands to buy. Brands 品牌。Each product must include a list of ingredients 原料 and a nutrition guide 营养指南 of vitamins and minerals.Vitamin 就是维生素嘛 ，mineral 是就是矿物质。However, food companies understand that they can entice 吸引 consumers with other information. Some product packaging claims 声称 that the food is good for you. 所以一样，它是说所谓的为你好 ，or can help reduce the risk of heart disease.Two department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这边讲的是美国联邦政府 are responsible for regulating 管理 these labeling practices, 规范这些标签的做法。On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农业部 and two,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这是食物药物管理局。The USDA handles meat, writes Kent Garber, 引用人家讲的话 and the FDA takes care of pretty much everything else. 所以注意后，这一句就是把一句引言拆成两半，但是因为引用的那句话是完整的一句话，所以你即使把说明文字放在中间，句子还是继续下去，它是用两个逗点隔开来。Handles meat, 逗点引号说明 writes Kent Garber, 逗点空格引号然后继续引用下去。好，那他引文里面讲的基本上就是这两个政府部门怎么分工。农业局负责管理肉的部分。然后食药管理局负责管理所有一切的其他。A growing challenge for these agencies, 政府部门统称 agency, is to ensure that the packaging is not misleading or deceptive. 那么要确保那个包装上的资讯没有误导或欺骗。
所以这第一段也跟读者产生关联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买食物啊，所以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包装说明，所以这个主题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The challenge is not simple. The companies that manufacture and sell food realize that labels are marketing tools. 营养标签也可以当宣传工具，行销工具。They use key phrases, 关键词, to appeal to consumers' concerns for health, nutrition, and safety. For example, Claire M. Hassler, 又是引用另外一个人的那个说法。的研究 describes how companies used to claim that a certain ingredient or food promoted better heart health. Now those companies must prove that claim before receiving government approval. 必须要证明对心脏有帮助，他们才能够在包装上写出对心脏有帮助。In addition to information approved by the USDA and FDA, however,注意后缩写什么时候前面要加 the， 如果你的缩写可以当作一个字念出来，前面就不用 the， 你就把它当作一个一般的名词，但是如果你必须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念出来，你就必须要加 the。 有一个例外，世界卫生组织 WHO 没有人称它为 who，都是讲 WHO， 所以前面要写 the WHO。 好，所以这一句 In addition to information approved by the USDA and FDA, however, companies may add descriptions that are true but have little value, 单纯就是行销用。 A typical example in 2008 was the common claim that new products were naturalHow, 然后这个有个引用资料在这边，为什么呢？因为它特别数据就是2008年这个件事情很常见，所以一定是有人做过调查，在那个时候做过调查发现很常见。这个人就叫做 York et al. 这个 et al 意思就是后面还有很多作者，这是拉丁文 et al 是 et alia and others， 还有其他人。所以如果你引用的资料是很多作者，通常是三个还是四个以上，你在行文里面就可以把第一个作者之后的人名改成逗点 at 空格 al 句点，因为它是缩写，它原本它全文是 alia， 它是缩写，所以放一个句点。那 APA 格式句点后面要加逗点，然后再加年份，然后再关括号，然后再继续你的原文。Other examples come from companies that have designed their own slogans, 标语 or logos, 标志 stressing the words low fat or low cholesterol, 低胆固醇。好，那这个引用资料 Hassler 人名 OK， 那后面 1219S 是什么呢？这个是报纸页嘛，如果你看，等一下我没看引用资料，Hassler 这个是，它是期刊，但是它期刊页码居然有后面有个 S， 所以 S 是页码的一部分。Such labeling can be incomplete or even misleading. Advertising foods as natural, even if it is true.Can make consumers think less about nutrition and the portion sizes of the food they eat. Portion size 就是每一人分量大小多少。Portion 就是分量。American Dietetic Association, 这应该是饮食协会吧？叫什么？营养协会？饮食营养协会，诸如此类的。Spokeswoman 发言人，然后是女性的。Carrie Gans warns that when someone hears that's natural, they think that's good for me. I can eat as much as I want. 好，但是注意到后面引用的资料来源不是 Carrie Gans， 是这两个人写的文章里面访问了 Carrie Gans， 他说了这句话。
所以引用资料是他出现的文章的作者，而不是发言人本身。另外一个要注意的是，他双引号里面呢 ，Gans 他有说人家听到什么说到什么，所听到所说到的话，他用引号来表示，哎，这可能是人家就是一字不差听到的话，或是想到的话。所以在引号里面用引号是把双引号改成单引号。那你要怎么像双引号它分方向嘛，你看结尾的时候它两边都是往内夹。那单引号怎么改变它的方向呢？做法是一样的，你先打一个引号，然后继续打你的单字，你按第一个空格之后，它单引号就会往内那个撇，它会夹中间。 Microsoft Word 非常聪明，你不用特别担心这个部分。像我知道有些同学他们会担心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会想一个方法，看有没有一个往内夹的单引号，他们就会按这个按键，因为这个按键是那个往右撇的直线符号，直线撇号，但其实我们不用那个符号。这个按键纯粹是那个叫什么曲线号吗？书名号，不是书名号，它不是在下面，但是那个曲线号，按 Shift 然后按这个按键就会出现，就是这个符号，这个符号有时候会用到，你们用不到了，但是有些场合需要用到，但是我们不会用这个符号，这个符号没有用处。好，刚刚讲到这边。An even bigger problem arises if someone wants to know whether the food they eat contains the glutamates known as MSG. MSG is 味精。It is a food additive that, additive 是叫什么？添加物。That flavors many processed foods, including soups,汤 and snacks like Doritos, 多利多汁。注意它这边 flavor 当动词使用。中文如果你把动词 名词当动词用叫专品，但是英文里面呢单字很随性的。是名词还是动词看你放在句子的哪个地方。所以它这边 flavor 原本是口味，它这边的动词就是添加口味。Food labels might say MSG-free or no MSG, but that only means the manufacturer did not add MSG to the final product. However, MSG can be present and not listed because it might be part of other ingredients.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食物的组成成分其中有原料，它那边有加先加好味精才加入这个食物。那个味精就不用标示在包装上面。Whether because there's too much information to digest, 有太多资讯消化不了 ，or because companies try to mislead consumers. 所以这个句型是不管是 A 还是 B，A 就是太多资讯 ，B 就是刻意误导。The result.Is that consumers have difficulty understanding the information they read. Hassler examines an FDA study about labeling and concludes, 一样冒号，然后呈现出一个很重要的引用资讯。Evidence to date suggests that this mode of communication has had limited success and in fact may be misleading to consumers with regard to understanding of scientific evidence.As well as overall diet choices. 好，它这句是引用学术期刊，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帮它翻译一下。To date, 至今的证据显示
这一个沟通形态 mode 是形态的成功效果有限 limited， 而事实上或许对消费者有误导，关于理解科学证据以及整体的饮食选择，就是这句在讲的。Labeling is useful only if it is fully understood。这一段就那个结构就非常好，开头跟结尾都是作者自己的话，然后开头就是承上启下，上面讲的有几种可能的状况导致食物标签很难懂，所以他先统整上面，然后接下来他往下开，就是哎会很难理解，接下来提供一个证据来说明确实很难理解，最后下一个结论必须要真的懂才有用，所以这一段写得非常好。Consumers look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向联邦政府看齐, to regulate food manufacturers, but in many ways the government is not doing enough. Kent Garber reports that the FDA inspects only about 1% of the seafood and fruits importe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Moreover, one reason companies can still say that foods have no MSG even when they really do is that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这是美国什么健康与人力资源部门, has never enacted an FDA's 1996 proposed requirement in ingredient labeling. 这句也帮你们翻一下。这个部门从未制定正式制定生效一个FDA 1996年所提案的要求关于原物料的标签。Privately developed slogans like privately 这边不是私底下哦 ，privately 是私部门，就是一般企业，不是政府的，是企业的。Privately developed slogans like Pepsi 百事的 Smart Spot and Kraft's Sensible Solutions logo. Kraft 他们做很多什么跟cheese 的再生品相关的 were the subject of a 2007 public hearing organized by the FDA. FDA 07年有一个公听会来讨论这一些标语。The USDA only recently dictated, 规定, that meat raised without hormones, 叫什么,生长激素, or antibiotics, 抗生素, and that had never been fed animal byproducts, 没有喂食动物,就是废弃的部分,当作,饲料, could be labeled,natural. However, this ruling applies only to meat. Many other foods still can claim to be natural. The main agencies responsible for regulating labeling are still developing policies, 政策, while the food manufacturers fight to stay a step ahead of them. According to Garber, one way the government agencies try to cope with this battle is to allow third parties, 第三方, to do some of the work for them. 然后 Garber 就开始讲话了。The responsibility for food safety as it works today lies heavily in private hands. 一样 private 是指企业私部门。Garber explains. Food companies hire food safety consultants.也把它引起来，代表说他们真的是就像这样子讲的，是这样的人吗？还是这只是他们的头衔而已？食物安全顾问，基本上你听到顾问的就应该怀疑了。However, the problem is that for one thing, 这个又是引用 Garber 的话，
For one thing, there's no certification system, 没有一个认证机制 for these third parties inspectors. Inspector 是调查员，检查员。And the companies that use them often operate under voluntary rather than required guidelines for sanitation and inspection. 这些企业的卫生检查规范通常是自愿性的。这个数据也是来自 Garber， 这个资料也是来自 Garber 的报告。One result of this loose system, 很宽松的制度，is that consumers are unknowingly exposed to ingredients that are not yet clearly understood. Unknowingly 就是不知情的状况之下。你看英文可以有时候可以很经典，一个单字取代我们中文六个字、八个字，不知情的状况是八个字。Researchers are still not certain about the effects of MSG. They cite 引用，我们说引用的时候，英文就是 cite. They cite a 1990 FDA study that showed it could damage nerve cells, 神经位元 in the brain. And another study from 1995 that showed, though most people can eat MSG safely, an unknown percentage may suffer from chest pain, 胸痛。Headaches, nausea, 晕眩, rapid heartbeat, 心跳加速, and drowsiness, 困顿。注意他的引用方式，他行文里面说这个是来自1995年的 FDA 的研究，1995年的某项研究，但是他引用的是这两个作者的报告，这个我们之前看过了，我们等一下看到这个这两个作者 Ang and Dirdoff， 这个是新闻。报纸文章，所以他其实不是引用这个报告，他是引用这篇报道，引用这篇报告，所以你会看到双引号里面有单引号，这两句被引用的这两句就是来自于1995年的报告，然后在这两个记者的报道里面引用原文，现在呢这个学生文章引用新闻报道的时候就会变成引用中的引用，就会从双引号变单引号。做研究原则上，我们希望看到原本资料。只有你找不到这个就是最原始资料的时候，你再去引用人家说的，或人家间接引用的部分。然后当你间接引用的时候，严格上来说，你在前面要加一个东西。像他这样子引用会有那个误导之嫌，你要加一个，我写在这边，你要加一个这个 QTD 句点，这个是 quoted in 的意思，你是从这个地方找到这个引用资料，所以严格上来说，他应该是写 QTD 句点，然后再加这两个人的名字，然后逗点，然后年份。APA 格式是这样子，然后应该把这个 AND 改成 AND 符号，所以应该上来说它应该是这样子写 Quoted in Ang and Dirdoff， 然后我也不知道，随便加一个年号，大概会长这个样子，这个才是 APA 的正确的行文引用格式。In at least one way, though, private industry may be self-regulating for purely self-interested reasons. 可能因为自我利益的原因而自我管理。Claims that food are natural, for example, can be disputed, 可以辩驳, to the Better Business Bureau. 这个是什么?有点像是台湾的消保会,消保官。York, Zmuda, and Miley.就是我们前面有看到有一篇他引用一个东东叫做这个 York et al York 跟另外两个人，因为他这边行文间决定把三个人的名字写出来， York, Zmuda and Miley 他们写的报道 Note that complaints are generally raised for competitive reasons， 控诉通常是因为竞争的原因而提出，
什么意思呢？我们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接下来就说明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In other words, 换句话说 if a company is trying to stretch the truth in labeling a product, stretch the truth 就是不是百分之百对的，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In labeling a product, a competitor, 竞争者 will likely cite the deception even if consumers do not. 所以变成大部分检举人不是一般消费者，而是竞争的企业彼此检举。But the Better Business Bureau, it does not regulate our foods and is not accountable for our safety from hazardous or misleading products. Hazardous 是有危害的。Until the government can do a better job of ensuring that our food is safe and we are honestly told what it contains,We consumers will continue to have difficulty understanding how to make better food choices. 好，所以这是最后一段，它最后一段，最后两句其实应该再分出来变成新的段落，就是结尾。所以前面讲这么多跟你读者到底什么关系呢？就是你自己买食物的时候要特别留意。然后这个是它的参考资料。第一个 Chicago Tribune 是报纸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这也是报纸 Journal of Nutrition 这个是期刊学术期刊然后 Advertising Age 这看起来像是杂志好这篇文章有想提问吗好所以你们引用资料格式需要的资讯都在 Moodle 上面。我们这礼拜本来的进度是要上到就是第一篇文，这边下面这篇文章，我们下礼拜上两篇好了，就把它快速上完。好，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或是你期末考卷要提问的话，可以来找我。线上的同学，你们的期末考卷我到时候会扫描给你们，会上传到那个资料夹，就是。这个资料夹到时候会上传上去。好啊，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到这边先下课。不是先来，就直接下课。